为什么叫幽门螺旋杆菌呢？它事实上它是在胃窦临近幽门的附近，这个生长容易在这生长。当然，你的胃体它也长，但是那个地方首先发现的，要是容易在这里长，而且它在强胃酸环境下它可以生长，是吧？而且证明了呢，这个通过发现以后，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是可以这个在这个什么呀，给人的黏膜造成损害的这么一个细菌，它应该严格讲它是一个风险因素。但是目前来讲呢，大家对幽门螺杆菌的认识呢还有很多的争议，而人群当中呢，现在大家呢对幽门螺杆菌呢过度的恐惧，我都认为是一种现在人群有一个幽门螺杆菌这个恐惧症。事实上，幽门螺杆菌它是个细菌感染，它真正的它的危害，并没有你理解的那么重，所以呢，不是不治之症，也不是它所有的病都是它引起的。我们这个有这个什么呀？幽门螺杆菌的，我们有的病例，你全家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，天天胃炎溃疡，160所人家都照样不得肿瘤，照样长寿，一样是有的。我们的有的病人。阳性的病人最后这个不吃药，人家也有转阴的，他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，对于高危险人群，可能你就要需要，根治他，根治他就避免呢病那这个什么呢炎症的进一步发展，那要分清这类人群是谁，比如说，你家里有消化道肿瘤的病史，你有家族有消化溃疡的这个病史。是吧？你长期吃免疫抑制剂，这些东西，有破坏你的那个免疫系统的这个风险因素，可能这个炎症对你来讲更需要进行处置，否则的话可能会你的你不处理它，它可能会这个为非作歹，但是不等于